考中心啊，啊，你紧想一个办法好不啊？啊，大概敢那靠迄个顾问的，是咱完成什么大代志？大概吼拢等伊的消息，啊，咱才挂过去。迄、那个托尼拢唔知走去对啊呢？哎呀，搁有啊，搁继续安尼落去，咱是啥物时阵才会当甲迄标点讲定啊？哎呦，你伫城里电话遐尼侪个朋友，你拢找袂好势，我哪有啥办法啦？考中心，你莫想要推卸责任啊？我哪有要推卸责任？还是讲吼，我去邮局即通知的秘书看安怎？无地卡人是男特助，佫想要去开房间是嘛？哎，莫讲这个代志哦，我伫我今仔刚来，伊在想到着先吼，啊，找咧保全甲你斗相共啦。啊，告诉我你另外保全哦，你靠袂掉，那安尼你就家己哦，逐工去个伊林门口等啦。李白，张子丁。哪会阁是你啊？秘书嘞？伊请假。哦，考场是你甲动诶？动啥啦？话都还没讲煞，啊！你即摆阁想要送去倒啊？哈？无啊，咱毋先去讨论煞。所以意思就是，以后就是你逐工去义联门口等统一就对啊。无啦，咱头拄毋是安尼讲诶。啊！谁叫你找迄只看门狗，遮尔无路用？那安尼你就家己去做看门狗啊？恁大真正要找看门狗，你该找哈士奇啊！你讲迄只二哈哦，哦，歹势哦，明天以后感觉你这只柴犬更加适合做看门狗。什么柴犬呐、啊？我是天晴集团总经理呢，我若是无打工公司内面哦，这公司的业务哦是要来推动啦。你讲啥？推动公司的业务？嗯。安晴，阿问你，你打工在送公文呢？你敢有看过有多少公文有送去总经理遐？无嘛，这就是因为我才是做最后决策的人。啊，公文直接送来给我就好啊，敢有需要塞去你遐去？迄叫做吼脱裤子放屁。什么叫做脱裤子放屁啊？啊，抢公文是一回事呢，我替你遐跨头跨尾一回事呢。袂定吼，我着无爱去遐义雷门口安尼等托你啦，迄不是我工作。你敢不爱去？我就是不爱去啦。老实讲吼，咱真正有遐必要时间吼，不如坐落来，好好想看卖，要哪拉拢托你啊？关键水在真青色，还是商店间谍？哦，拢比咱啥物守株待兔的笨方法好了。考中心，你即马是讲我笨是嘛？不是，我是讲那方法很笨。考中心，你竟然敢讲我笨？哎，你提供不给我看？总经理，拜谢。这公文讲回来，那呢，我先出去啊。考中心啊，哈，你是有外巧？你若无我，你敢做成天选总经理？你是连律师拢无得做，你是偌了不起啊你？哎，我即马是啊，好好给你一个建议尔，你妈咧卡袂着，伫遐使性地发脾气好无？而且哦，伫安静的面头前哦，哎，我安怎讲哦？我是安静的知府呢，你唔是讲过要发面子？知府？我敢有认安静是阮小妹？搁什么知府的？你莫想要伫遐有关系？我安怎讲？我嘛是公司的总经理啊，啊，伫做总经理，你敢有说好甲拄只讲的话，再讲一届哈？哈，就问一下。你这个总经理到底为公司贡献过啥？是，你讲拢对，我讲拢唔对。好啊，总经理，莫阁生气啊，饮茶啦。哎，你袂记起啦？办公室内底有装。都是安尼哦。总经理，我想这应该是最近迄公司个股价跌啦，啊，所以伊个心情无啥好，性地哦就愈来愈歹，袂输是定时炸弹共款，想要爆炸就爆炸。啊，所以即阵啊，你着加较让伊个，委屈你啊。哎，我是一直拢让伊好无啊？我讲实在啦，当初吼这天晴集团的经营权，就是因为我才会当上到手，好无？啊，最后我就是袂着买两件，所以啊，我才把这董事长啊，这大位哦，可以坐，我委屈我家己啊，做这总经理呢。啊，结果嘞，即摆逐工吼，拢看见明星在过日子啦。当然啦，啊，总经理你能力有偌好，我当然嘛知影。啊，伊是稳健的，有偌济才调，刚刚我也唔知。唉，有当阵哦，我真正就想要考劝伊。叫伊哦，爱怎样降温，好好珍惜你。啊，不过我搁惊，若是我讲伤侪话，伊感觉我足假白的，啊，等到害你去互伊误会，安尼就无好啊。
安琪，你安尼吼关心我，我真正是吼足感动，嘛足欢喜的。你着唔免为着阮阿母的代志咧操烦啦，啊！我只要知影吼，伫这世界上吼，有你安尼甲我关心，我着就满足啊。总经理，你真正是一个修养足好的查甫人呢。啊！即会当拄着亲像你这么好的人，真正是真是上上好香。有当初我看伊对你的态度这么恶质，啊，我拢会想讲，若今仔日换做我是查甫人，无得靠，我早就对伊动手。嘘，我不许你这么说。你是一个这么单纯的查某囡仔，哪会当有这款的想法？再搁讲啊，使用暴力是不对的哦。我知，啊，不过我感觉有时阵你嘛是爱顶一个，你男子气概啊，要提醒伊，互伊知影，像才是一家之主嘛。嗯，好，张经理，我无时间跟你抬杠啊。啊，这两天哦，一飞甲左立东请假，我赶紧上山坡好客户啊。嗯。安琪啊，你讲你要叫人出客户，我送你去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唔免啦，我家己去就好啊。若是你无伫公司，这段就找无人，伊会生气的。哎呦，你头拄仔不是甲讲，登一个男子气概，对不？我今日哦，就要和你大姐知影讲啊，哈，我是天晴集团的总经理呢，我无我家己时间安排啊，对不？你凭啥物？啥物国家管？安尼刚好。嗯，就来决定啊！我等一下开车啊，送你甲客户见面，啊，你办代志较紧啦，哦。我先登去我办公室啊，交代一下。记得哦，那等一下就停车场见。交代代志，哼，我看你是想要去找一个借口，甲好爸母报备。各位姊妹，爱麻烦恁出动替我抓一只猪哥。欧巴。